哎呀，陈一凡，冯继梦，斗鱼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今天晚上的斗鱼鱼塘新游第三季总决赛。我是陈一凡，他是冯继梦，还有一个叫银子，我们三个当评委哈。好看得很，巴适得很，欢迎大家前来收看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真的不要钱。没得黑幕，没得黑幕，真的没得黑幕，都十个人随便唱，随便看，大家不要期待太高，免得失望。但是据说真的唱得很好，都比我们差那么一点点。我靠！我们今天都不唱了，给他们新人小姑娘一点机会。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点评，学习一下。嗯，学习。今天的主持是狗狗，还有啊，和那个赛文琪哈。嗯，是两个，是两个人啊。两个人，两个男的，没得女的的。为啥是没得女的？不晓得。俗话说得好，男女刚合，哎，是哪个说？男女搭配，刚合不来。可能他们其中一个要反串嘛，我也不晓得。反正狗狗也经常女装。也是哈，有道理。谢谢清香白莲，谢谢清香白莲的火箭三个，三个哟，谢谢。哦，谢谢清香白莲的三个火箭。谢谢连总，连总，里头请。连总，过年哈，鸡年大吉。嗯，鸡，那我都祝你鸡年大吉吧。好烦啊！不是，那是一张图吗？祝大家鸡年。我怕祝福来得太快，我怕什么什么三十，我怕三十晚上太挤，短信祝福太多。那就提前祝大家鸡年大吉吧。